好的十三香了，小小的纸儿它四四方方，东汉蔡伦造出纸张，我问这纸儿它那有啥用，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，记者用它写稿件，作家用它来编文章，宣传改革和开放，十三大的精神放光芒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听一听，摘要，《法制报》《故事报》《人民网》《电视报》啊，有传奇，有侦破，有讽刺，有幽默。共欣赏，共娱乐，受教育，开眼界，看一看十七岁的少女们，说没就没了。七十多岁老太太为什么还改嫁呢？一看就知道。看一看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。一看就知道。法制报、故事报、新出版电视报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停一停，站一站啊，可以看一看这报纸可怎么。你老慢着点，再走就踩了人了。这咋还冒出个大活人了呢？啥叫冒出来的？我早就来了。啥前来的？才刚来的。干啥来了？卖十三香啊。不知道这地方有人吗？有人。在哪儿呢？在你跟前呢。这地方我打去年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这个地方它就是我的。啥呀？捅散了花椒面，你赔得起吗？你怕捅啥？给我挪呢，往那边。往哪儿挪？往那边挪。那是公共厕所。那你卖十三香正好，香是辣味儿呢。你咋不上那边去卖去？你去吧。我不去，我就是不挪。你痛快给我挪过。你还有个先来后到的？你的？嗯，我昨就来了，我前个就来了，我去年就在这地方卖报。那你要是这么说，我爷爷打光绪年间就在这儿卖花椒面。我卖报是政府批准的，那我卖十三香，他也有营业执照啊。我卖报是宣传改革开放的，我卖十三香也是搞活经济，为人民服务。你别跟我穷对付，痛快挪。不挪。你今儿个不挪，明儿个也得挪。我头年都是不准备挪了。那你是打算烂到这儿？你才烂到这儿呢，真是的。是不是定死不挪了？都是挪。我就看你咋不挪的。我就看你咋不挪的。你少往我跟前凑。我跟我圈里头站着，你管着。看报，看报，法制报、故事报啊，内容丰富，中看中瞧。大家快来买我的十三香了。可以看一看就知道了。上桃花椒，喝大料好，陈皮肉桂是加两姜啊，丁香五香那个亲哥俩。看一看亲哥俩为一位少女大打出手，双双住进了大北监狱。看没介绍进来好。好，美是大小混香啊，买回家去看一看，把菜做呀，鸡呀鱼肉是喷喷的香。看一看专业户买人员上当受骗，女电影明星在国外给人刷盘子洗碗。看一看好的十三香，保质保量，多买了少三千，咱是三毛一包，五毛两包。看一看不法商贩以假乱真，锯末子、榆树皮、中药渣、冒充是骗人钱财啊，不能买啊！看报看报，行枪开窍，你要啥报？各位老少，请听好，要买报纸，您了仔细的瞧啊，五分一张，他卖2毛，买到家里那更懊糟。小学生看了非法小报，打架动手他亮出了刀啊，你媳妇看了他的报，第三者插足就学会了啊。你整天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，你不唱你十三香？我愿意唱。你愿意行吗？我的嘴长在我自己个儿的鼻子下边，我都愿意唱。那对，长在猫尾巴下边就无你嘴了。那哎，你打骂人呢？谁骂你？你这个瞎。你再说一个。他夏天热，冬天凉，
冬夏离不了我十三乡啊，亲朋好友来聚会，聚会也不一定都是好事，小青年聚会闹事调戏妇女，住进了法院，现在没最后定案。看一看就知道了啊。亲朋好友来聚会，扎起围裙下厨房啊，煎炒烹炸那个味道美。看报看报，你的手艺惊险离奇，内容丰富。看一看小两口未发家走上邪路，婆媳之间为啥老争风吃醋？看一看你知道吗？是登门拜访，还是他用的我的十三香？十三香的宝宝啊！我买了少酸甜，三包一包，五包两包的啊！讲法治，讲文明，健康长寿，讲卫生。看一看不法商贩拐骗坑蒙，中药渣冒充十三香，吃完肚子。学法用法，心明眼亮，提高警惕，他永不上当。来报的，怎的？你还啥？跟谁说话呢？跟你，跟我说话就矮矮的。咋的吧？我都赶你爹岁数大了。你给我少废话。你刚才说啥？你那个报纸上有中药渣子锯末子冒充十三香，他有那事儿吗？那啥话没有，咱能赖说？我看一看，你看，公安局都没来检查，你算老几？你不都是个卖报的吗？你是干啥的？照我强多少咋的？你少废话，我今儿个就要买你这个报。不卖，我就要买。不是瞧不起你，你买不起。哎呀，甭说你这个报啊，连报社我都买得起。有钱上报社买去，我这一般人还不卖。我都要买一张，我都要买一张。你买不卖你？说你买我这人真对路，你看上边去。看报看报，请看一位少女在北陵公园被火流氓团体碎尸万段，还没破案。同志，你看，我买报。你要啥报？我调一调中不中啊？一股花椒面味儿。你管的啥？看报看报啊！我都要买这个报纸，我就不卖你。你不卖我？那你离我远点。离远点，怕你想我。我想你啊！呸！我想我的十三娘。看报看报，十三香的十三香的啊！我买了少酸甜十三香的十三香，十三香，看报十三香，看报十三香，别买十三香，别买十三香，快来买了，上好的原材料精致而成，大家快来看，快来挑，上好的十三香，快买了啊！十三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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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电，十三香了。你咋不吵吵了呢？我累了。你瞅你就是小毛驴拉车。咋的？没长劲儿。你那个劲儿都长，你倒拉车去。我说几点了？哼，几点了？还是作跟的时候。废话，你就。哎呀，天还早着呢，你自个儿再慢一会儿吧。心明镜的，这车也不叫了，人也不闹了，天也不早了，老伴也把烧酒烫好了，我得往家跑了，还不跟你穷脚的。你走啊，三十点到，别走火葬场去。放心吧，没事上你们家干啥去？我说卖多少钱呢？买多少钱？二百多块呗。二百五呗。哎，你才二百五呢。我搁这边我都听明白的，一包你都没鼓得出去。你也别说我，你卖多少钱？今儿个咱走字一出门碰上个大份，净剩就三百了。啥？三百？那可不，你吹吧你。三百呢？别让税务局听见上你的税。哎，咱就这点好，不上税。哼，上税你也不敢吹呀、啊？干气猴。气死你。气猴，这也是。哎，我说你也别上火，真的吧？咋的？成心成心你，我买你两包十三香，行不？你买我十三香？我看你愁够呛，你别回家一股火喝点啥，明儿我跟谁吵的？你放心吧，心比你宽敞的多。你要是真买我十三香啊，我也招呼招呼你。你讲招呼法？卖别人三毛钱一包，卖我呢五毛钱一袋。哎呀，涨价了！你买不买？不买我可走了。买，买啊！给你加了厚的，嗯，北有六两，这也有半斤，你掂量掂量。哎呀，还真是味儿，他哪还能讲呢？啊，哎呀，谢谢了啊！给钱，给钱，还给钱吗？也不是白送你的。哎呀，那这个事儿我可忽略了。你忽略了，我受得了吗？这你能破开了吗？你有啥大片，我还破不开呀？五十一张呢？五十，
你跑我呢？啊？谁买十三香拿五十一张大票啊？真的吧？啊？我给你一套报纸，你回去学学吧。你看看这个人多奸啊！归了期，你是要拿这报纸换我的十三香？你还赔下来咋的？反正这么一整，咱俩不都开张了吗？哎，那叫开张啊！那叫开张。那个，就咱地儿吧，就咱地儿。哎，媳妇儿。哎，好，你回来。嗯，刚才你镰刀沙这个报纸上有锯末子、中药渣子、冒充十三香，我咋找不着啊？你好好找找。啊，没有啊。他没有吗？他哪儿登着呢？听说下期就登。你不是把我这买卖都给搅了吗？你也没清剿我的，我那哪是非法小报啊？反正我今儿个遇着你是倒了邪霉了。那明儿你就别来了。哼，我凭啥不来呀？还来？都是来。哎呀，你真来，我都认准这地方了。那算你有尿。那少废话，咱们就把事儿定死他。行了，明天不见不散。我们就在这儿了。行，一言为定了。回来，我先走。干啥呀？别领我点儿。我该你的。你该我的。咱俩吵吵一天还没点阶级感情。是的。来照顾照顾你吧。看报看报，法子报故事报啊，看一看一个卖十三香的学雷锋为人民服务，照顾一个残疾老人。